现在请两位董事长签署合作备忘录，记录这个重要的时刻。正式的试飞行，然后我们明年随时可以启动，好，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这么多年呢，我们常常听到台湾在海巡空中侦防这方面呢有非常多的需求，那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出来。那在台翔航太的带领之下，我们结合了我们的姐妹公司亚航，共同一起来推出这样的服务。我们结合了美国的雷达大厂，还有红外线大厂，共同的来推出。那结合了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呢，能量呢，来为我们的海岸巡防呢尽一份心力。那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就可以展示飞行，明年就可以正式营运。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我们的 option 还有六架，所以要满足这方面的海岸巡防的这能量呢是没有问题的。